来喽，紧张的来了。讲重点，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入围的有。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入围的有李易桥、天桥上的魔术师、原子印象有限公司。失明帅、黑喵之情、库斯本媒体制作股份有限公司。你不懂啊，我再也看不懂。唐志平、我家的美好时光、财团法人慈济传播人文置业基金会。许杰辉、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、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薛士林、生生世世、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第五十六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，哇，薛士林、生生世世。在长篇的剧集中，仍保持对于角色的热情，忠实呈现角色样貌及精神，不流于形式，在此剧中表演极为出彩。恭喜四零生生世世获得第五十六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。一样的话我就不重复了，一样非常谢谢评审，然后谢谢团队，然后这次比较特别是我想要说，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平台、不同类型的戏剧陪伴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，然后就我所知我所遇到的，不管是在哪一个类型、哪一个平台的每一个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我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他们都拼了命的在做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奖献给他们，然后再次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，我会继续加油，谢谢。